记者沈佩瑶台北报道，北农休市风波争议至今尚未平息。北农总座吴盈盈在休市风波中神隐，又被曝不懂报表，遭立委围剿。汪惠美、孔文琪、张立善等蓝委联署昨提案，要求农委会撤换吴盈盈。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则把皮球踢给北市府，指若北市府同意撤换吴盈盈，农委会会尊重台北市政府的决定。对此，今上午柯文哲受访时冷笑三回，这人他们农委会塞给我们，现在叫我们决定。他直言，目前市场处报告仍未完成，休市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只有台北市连休三天。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再怎么厉害，也只占 16%， 况且半年前就决定要连休市三天，现在是系统出问题，通通有责任，应该要好好检讨，何必出问题就北市要负责。至于是否开除吴盈盈，柯表示如果开除一个人能解决问题，那就开除，但问题不是这样，已只是北市研考会针对产销系统哪里出问题做研究报告。外传吴盈盈或是否顾问蔡碧如相挺，柯则说吴蔡两人有来往，但也就是这样，公务体系上吴也不是向蔡报告。现场媒体询问农会系统，扬言将在本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上提案撤换吴盈盈，柯文哲摇手表示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只是趁机来乱一乱的，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再来处理。